哦哟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！哦，为什么这次不出来？搞笑，这说明书。哎呦，你在干嘛啦？难怪他哭不出来啦，失败了。欢迎收听《今天我们今天的烤箱是这个。之前有拍过的魔女锅，然后它出新款喽，它叫 Magic Missing。这次我们有两个种类，一个是粉红色，它里面有六个步骤，它就会变出来。那再蓝色，来先开蓝色。哦，你看这边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，需要你做魔法的。他说 Stop, read this first。Yeah, 你 reverse 的，你看，哦，这个不可以乱碰的。Do not remove, add bubble and these dust. OK, OK, OK. 在上面吗？确定。Add this powder. 花粉在它的上面。We need a water. OK, 他说我们要自己帮他取一个名字。好，那你帮他取一个名字。我要叫他什么名字 ？Jaws. J A W S. 那他们把它放上来这里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拿这个 squeeze water to pour。它的名叫 Jaws， 太酷了。这样没有满。你要把它装满。不是，那不是那样装啊，用吸的啦。哎，水滴了，水滴了。加了吗？哦，泡泡泡了。哦哦哦！哦，惊喜哦，它炸出来了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剥开来了。对，要把它剥开来，有惊喜感，它真的爆出了。再见。啊，所以结束了，你的舅子要出来了吗？你被它冲出来的时候吓到了。它小苏打粉。对。然后我们有戒指，这是我们的戒指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们戒指有碰水，看一下效果。我们这个碰水没有用，我们这是夜光的呢。还有什么步骤吗？应该是碰水，就是 ice， 要 ice cold water。我们买冰块回来喽。那现在我们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？这个，看到了吗？反过来，哦，变成这个颜色。刚刚什么颜色？刚刚是白色的。来，哦，所以它是水属性的吗？对，它就是水的。你看它的头上，它头上也有一个这个水。对，所以它是水属性。哦，好多脚哦，好可爱。这一只我们拿到了水，然后还有什么魔法吗？这一只不能夜光，看它头那边，头然后你这样移一下，移一下。哦，它有闪烁的。对。哦 ，no， 尾巴跟身体好像都不见。可以帮它摆 pose。对，然后这次因为是那个小只的，就没办法那个跟它互动。中的啦，因为还有更小只的。对，很酷哎。那我们要来开第二只。姐姐，你看，姐姐，那你跟我一起开心。来，你帮它取名字。嗯，你不要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我要让它看一下那个诞生的瞬间。你要让它看，对不对？来。对，这是什么？爆了，算了。等一下要变的时候，它再过来。我们先倒好粉 ，Magic Powder， 我们这样叫它好了 ，Magic Powder。哇，你看，还好学娟不在这里，不然它会被撒的都是。你们这次要叫什么？学娟。其实我们不用吸到满。怎么凉？嗯，爸爸，爸爸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他会不要不要，那个粉会碰到，他会难过。再吸一吸，好好吃的，哦哟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，吓到了。为什么这次不出来？搞笑，这说明书。哎呦，你在干嘛啦？难怪它哭不出来啦，失败了。再一次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它怎么没有弹？你叫说明书摆在上面，它就不弹了。它怎么弹？因为你刚刚说明书在上面，它就没办法了。学姐来，你看。失败了啦！你看。
摆在那里，Lady's first， 你都不理。哇，真的很好笑哎你。哦哟，这个坏了啦，被你玩坏了，没有那个惊喜感。好吧，我们直接打开看它整张怎样吧。这个是夜光的。那夜光要怎么办？这个关灯。关灯吗？它最好玩的那个步骤，你给它玩坏了。第一个步骤有成功，第二个冰块来了。我们的小精灵长这样。火的吗？它是火精灵。你看它尾巴也是，里面有铁线还是什么的，它可以让它这样玩。来，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小精灵的戒指，你要戴着，你戴着，我要去关灯。你要这样，精灵发亮。有吗？看不到，没有哎，没有亮，再测。啊，不对，它还没有吸光。吸光。有吗？还没开灯，开灯。要怎么吸？要吸很久吗？它放一下，先让它吸一下光啊。哦，好吧，它不是夜光吧？它是夜光吗？是啊，可是还没吸光，它才刚吸完就要给它再开。它是这样。Forward and backward， 它的火会这样，你看会动的。另外一只呢？看一下，就是要 forward and backward， 水跟火是会动的哦。这只比较高哎，它一只小精灵比较矮。那这个这个系列就是这两只而已。哎，还有人鱼的，你还要变人鱼吗？他说要装到水里，要把它放到水里会变人鱼，你看。那只会变人鱼，他说他会变人鱼，你要把它装到水里面。没有啦，他有六只 to collect， 然后我们得到的是这一只，然后还有这一只，这两只，然后还有人鱼的火的，不会变人鱼，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人鱼的。Oh no！ 对，那这个就是夜光的，可是我觉得它吸光蛮久了，可以看了吗？哦、oh, ，好像有哎，有亮。就是这样，它会夜光。就是今天开箱两只小精灵都非常可爱，大家记得把上面的橙子拿起来。对，不然的话你就会像牛牛一样悲剧发生。对。如果喜欢这类型，请帮我按下订阅，还有小铃铛，收藏我们的节目。那现在一片祝你直播都是笑，我是本美君，拜拜。每天晚上七点见哦，按下小铃铛才会。他不会错过任何一支新的影片。对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就想说怎么不带。对啊，为什么把这个大在说明书上？难怪没笑。爸爸，你看。哦，你挡住他了，挡住他视线。他会怕那个雾雾的。我爸，没有，他要跑了啦。